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用看看蒙点这套软体。进入首页后，我们点选页面左上角的选单，可以看到有三大类的词典，有国语词典、台湾闽南语词典、台湾客家语词典。所以蒙点一次结合了三部词典。我们可以轻松地在同一个界面快速查询国语、闽语、客语等不同用法与字词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国语词典。进入国语词典后，输入要查询的字词。就会看到语词的注音、解释及相似词。若点选右上方笔的图示后，还可以看到语词每个字的笔顺。对于刚学国字的小朋友来说，真的是一大帮手。若有网络连线的话，我们除了可以听到国语的真人发音，学校，学校，讲学研习的教育机构，例如，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。还有闽客语的真人发音，等，福教，福教，福教。好高！甚至查询结果的最下方，还有英文翻译、德文翻译与法文翻译。轻松的学习多国语言，更方便的是，当我们在浏览字词解释时，说明文字里的字词也可以直接点按查询。对于正在学习汉字、成语或想透过字典找双关语、同义词与其他类似用法等资讯来寻找灵感的人来说，相当好用哦。另外，要考闽南语认证的人，蒙点真的是一大助手。当我们有不晓得闽南语如何念的词时，只要在国语词典中输入国语用法，例如海豚。我们就可以看到闽南语叫做海堤，还提供了罗马拼音表示方式。我们也可以点选闽南语词典中的谚语。学习谚语的意思及发音，对于要考闽南语认证的人来说，蒙点真的是很棒的一套工具呢。用过蒙点之后，大家应该就不会想再去用其他版本了吧？反正资料都一样，速度更快、更方便，而且更好用呢。